No, no había, no sabía.今天二十五，今天农历五月到大寒冬。今天礼拜六啊，那礼拜一呢？2月26礼拜一耶，礼拜天啊，今日十一，那唔过今仔礼拜六是初九，天公拜天公的日子，那十一应该是，时间有没有弄错？